大三哥講得好啱啊！我哋四個徵廢柴，廢！我是我的女人，硬硬我！冇錯冇錯，我們為我們的廢柴同盟入去！我回家廢柴多多，當眾邊個最廢就見仁見智啦。但係講到四大廢柴咯，就一定係呢班廢柴同盟。 廢柴一號Peter仔，快啲啊！你幫我睇下啦，佢盲中中中埋嚟嘅咋，冇事啊嘛Peter，哎呀男人自責使啊，點解落大陣㗎？唔係，抬起身啊，痛痛痛痛痛！哇！你抬一半件色，我條腰好痛啊，娟娟 ，Peter 你唔好亂咁喐啦，我送你醫院。嗯。 废柴二号沈宣辉，找150蚊。唔该，唔啱数喎，阿姐，我买咗208蚊，十八蚊嘢，我俾咗308蚊俾我，唔系50。我计一计条数俾你睇啦，嗱，308蚊减258蚊就等于50蚊，冇计错啦啩？我真系计错数啊！ 其实脚仔软或者计错数都叫做一时失手啫，但系跟住嗰两位咯，我系男人都觉得佢哋真心废啊！废柴三号 K C， 其实讲真啦，我真系谂唔到你会同我舅父一齐拍拖啦。我舅父牌都明就系一个废人啊嘛，最衰系啲咩啊？最衰佢唔知自己有几差，总之佢自己好劲好掂。你知唔知你今晚讲每一句嘢都系我心声啊？最后有请每集平均俾佢老婆叫3次废柴嘅终极废柴。 龙力士，老婆，你会信我嘅嗬？嗰份 proposal 咧，就系今日我俾你睇，你抌咗个垃圾桶嗰份嚟噶。你而家真系怨我啊？如果唔系你废柴冇用，我先有份 proposal 出嚟，你自己检讨下啦。哎呀，点解啊？我做乜嘢都系错。你哋系咪觉得佢哋好废咧？好想打镬佢咁咧？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哋知，人废唔紧要啊，惨得过佢哋背后有班超劲嘅女人去 back up。讲到呢度，我都想做呢啲黄金废柴啊！